下来有什么计划？大哥，我们去认养福福，一只很特别的熊猫。哇，好可爱！不过答题才能有资格。呼呼，认养资格测试。呼呼和其他熊猫的区别是，大小眼，它就是独一无二。它喜欢你。呼呼喜欢人的表现是，放屁。见到喜欢的人，它就放屁。饿了。呼呼突然饿了，怎么办？外卖到了。呼呼，大哥们，大哥们，呼呼，跑了。呼呼去哪儿了？呼呼到底去哪儿了？过来，大家来领